哈尔滨晚上特别凉快，舒服。看我家楼下多干净，干净不？去哪儿走？此路可解吗？此路无解，就只有这么过去了，太难了。看我出来这坎坷路，外边还挺热闹的。就是路不好走。小胖让我来帮忙。关于40万这个事儿啊，那娘啊，40万这个事儿，你打算过了吗？嗨，回不到形影不离的当年，还好有隔三差五的碰面。回避不过只是用那。在我老铁家帮忙偶遇啊，但是关于天赋这一块，我觉得我是不是适合应聘个服务员啥的。一天自己过自己日子，一天天的评论这评论那个的，有些人真的是懒得搭理你，没有教养。